欢迎收听由曲音坊出品现代耽美广播剧《团子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请收留我吧。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被遗弃的小动物纸板箱？切，白痴啊你！我仿佛看到毛茸茸、软绵绵、好抱好捏的小猫小狗们，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。好萌啊！是只软软的猫，还是萌萌的狗呢？哼，本熊猫才是最软萌的，好吗？这怎么看？都是一只大熊猫吧？明明是小熊猫啊！喂，为什么我家门口会有一只大熊猫？谁干的？这谁干的？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啊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这可是熊猫啊！怎么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呢？你别这样看着我，这楚楚可怜的小眼神。我告诉你，看着我也没用。我吐舌头好萌啊！冷静，冷静。唉，到底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说什么也是不可能留在自己家里的吧？喂。我把自己送上门来，可不是为了你让你再把我送走的。在走之前，让我抱个够吧。轻点抱，不想勒死我，白痴。哟，大老板今天舍得给小的打电话了。别废话，找你有正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今天我回家，在家门口发现个纸箱，里边是只熊猫。你说啥？熊猫？熊猫能流落到你们家门口去啊？我说真的，就是特别萌的。哎呦，我说你这小萌物想疯了吧，啊，韦精英！哎，你这人，哎呀！个子好矮，只能扯到裤腿了。嘤嘤，本熊好心把竹子送给你，安慰你一下好了。哼，不信算了，大爷我自己养着，乖，来抱抱。哎，把竹子给我，是定情信物的意思。本熊突然不想给了。松爪呀，你怎么不松爪？说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别扯了，叶子都扯掉了。哎，你说 ，boss 最近是不是恋爱了？不光上下班踩点儿。就连要杀人一样的眼神都不见了。哎，我觉得也是，而且对方应该还是个园艺家，热爱竹子。哎，嘘，别说了 ，boss 来了。啊，为什么一定要我亲自出差啊？我家团子怎么办？决定了，大
带团子一起去。世博会上。哦哦，这人干嘛抱着个笼子，还用布捂得这么严实？哎，这人干嘛一直盯着我家团子看？是不是图谋不轨？哎，这人眼神好吓人啊，还是开快点吧。终于到了，空的，到底去哪了？闷死本熊了，那个白痴！哎，弄，请不要那样的看着我，也不要这样的无视我，被命运之神派的你我的请出见。三十分钟前走失的，来自杭州的上官先生，您家的熊猫在广播站等您，再播送一遍。请在三十分钟前走失的，来自杭州的上官先生。白痴啊！翻遍所有书本都找不到饲养熊猫的正确方法。吃竹子吗？应该哪种呢？怎样才能做好你的铲屎官？给个机会信任多一些，请给我点时间，明白你想要的。只要一点激励就有所改变，勇敢向前就能创造未来。勇敢的出圈，将世界贡献，你我间任何分别，对我的痛苦不如最初不见。呼啦呼啦滴，呼啦呼啦嘟，约定好那就此呼唤我的名字，一起生活下去。想你我心愿幸福相恋，心的距离越来越不遥远，不然开始期待着明天，全新生活就此上演。请不要那样的看着我，也不要这样的无视我，心跳加速的声音是你爱的拥抱，请别逃离我视线，这样带我一起庆祝世界，全世界看见你的笑颜。翻遍所有书本都找不到饲养熊猫的正确方法。吃竹子吗？应该哪种呢？怎样才能做好你的铲屎官？给个机会信任多一些，请给我点时间，明白你想要的。只要一点自律就有所改变，勇敢向前就能创造未来。短暂的出圈，将世界贡献，你我间任何分别，对我的痛苦不如最初不见。短暂的自由，把头顶最瘦，约定好了就此呼唤我的名字，一起生活下去。
请不要那样的看着我，也不要这样的无视我，心跳加速的声音是你爱的拥抱，请别逃离我视线，这样带我一起清楚是这全世界看见你的笑颜。